最近的警局。 一个人？ 够了。 你没枪啊？ 不怕我杀了你？ 你看他打我？ 车会翻的。 是啊， 很危险。 能送我去警局就算你赢。 每枪都这么准的，我数三下就开枪。一、二。哎，我们的位置对调了，上次是我开车。 你拿枪的吧？哼，忘恩负义，你忘了你怎么从大厦里跑出来的？对，可是刚才没有我，枪林弹雨你也跑不了啊，大家互相利用啊。所以说呢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是啊，最近的警局知道吗？知道。老规矩，到警局的话就算你赢。好。 会利用我，中招了，你也不错，能找到我，不过你有麻烦了。有什么计划？问什么？玩下去就知道了。我是不是选错人了？把你送到警局，就是我赢。那当然。哎，总算相识一场了。 这就叫相识一场啊！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